电视好无聊哦。来玩点什么吧。要玩什么呢？啊，来玩飞镖吧。来陪我玩吧。你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啊？换我了，换我了！嘿，啊，惨了，惨了！你站太近射了，我还要再比一次。你怎么这样啦？我回来了。安娜又推荐我新的游戏，她说这是克伦自己开发的。我还跟她借了头盔，要一起玩玩看吗？以前她介绍的游戏都很恐怖，希望这次不会。我看得到你，像电子人哎，好酷哦！开战咯。
你开枪这么狠。我不想吃黑豆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不然你帮我吃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不然我们剪刀石头布，输的人吃。剪刀石头布，耶！我赢了。来，嘴巴打开，啊，好棒！我们再来猜。剪刀石头布，平手。剪刀石头布。哦，怎么又输了？好了，啊，剪刀石头布。平手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我赢了。来，嘴巴打开，啊，好棒！我们再来猜。剪刀石头布，哎，平手。剪刀石头布，哎，平手。剪刀石头布，耶！我赢了。来，嘴巴打开，啊，好棒！我们再来猜。剪刀石头布。哦，怎么又输了？好了，啊，耶！终于全部吃完了。玩点不一样的吧。那我们来挑战一下弹额头好不好？不过如果我输了，可不可以不要弹我啊？好啦好啦，那我输了就亲你一下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来吧。剪刀石头布，平手。剪刀石头布，平手。剪刀石头布，平手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
不要动哦。耶剪刀石头布，平手。剪刀石头布，还要再玩吗？剪刀石头布，平手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平手。剪刀石头布，还要再玩吗？剪刀石头布，平手。剪刀石头布，不要动哦。老公，你有没有看到我那封信？红色信封的，上面有这次同学会的地址。怎么不见了？啊，我那天好像放在书柜那，应该是被书挡住了。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，你也帮我找找好不好？奇怪，我明明就放在这里。找到了，太好了！你最好了，这么认真的帮我找到了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抱一个。晚上要记得等我哦。